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玩这个短跑比赛啊。嗯。随机编辑器，一次机会啊。来吧，那么我先招了。嗯。一。这就不用数。君主蛇。哎呀。哎呀，就他了。OK。这有了。完了。回步可以啊，大岩蛇。我是回一步大岩蛇哪个快啊？大岩蛇回一步，那回一步不能骑吧？你上次骑雷一步了吗？我上次骑雷一步了。啊，那回一步应该能骑，那肯定回一步快啊。他俩哪个快？君主蛇是真的快。我君主蛇的缺点是看不见影子，你看，我都贴后面，都贴后面。啊，是吗？贴最后。我贴最后穿出来了，哎，嗯，穿不出来，但是你看，感觉像是穿出来了，其实没穿出来，哎，穿出来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好，那么。哎，随机宝可梦短跑赛第一场，火一步对阵君主蛇，三二一，走！按加速，这跟加速没关系吧？有，好像有。我上！给我走，按加速，重来！啊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哎呦我天！三二一，走！呀，君主蛇后来居上，君主蛇好快！耶！啊！嘿，为什么我又死了？我的火一步还在，你回还在那个还在那边游荡。你火一步还在那，他在那瞎溜达，结果把我给溜达死了，太气人了。把你给溜达死了。来来来，再来，谁输了谁先招，你先招吧。OK。你绿仔肯定能骑啊。嗯。你绿仔。啊。能骑。你用你绿仔刷，古拉洞。古拉洞。能骑，我只能用古拉洞去拼了。哎呦！哎。踩我头上，我说怎么没出现呢？你要干哈，古拉多？你太大了，站炸了是吧 ？Q， 古拉多到往后撤会闷。哦，还是看影子吧，看影子吧。没事，我闷着一时半会闷不死啊。万一闷死了呢？我可以忍受。万一闷死了呢？我300多血的，闷死得半个小时。好，这个随机宝可梦短跑比赛，古拉多对阵泥驴仔，三二一，走，加速。哎，我忘了加速。哇，古拉。为什么这么快？就到了。哎，体型改小，速度会变快。真的，你看我这古拉多。哎，拿出你的雷公来！拿出你的雷公来！来来来来。真的到了啊！我还以为你在我后面呢，我没找着你就到了。我这古拉多极快，我天！拿出你雷公来试试。你雷公别改体型，还是上次那个体型比一下。我天，我都懵了，我也懵了，我古拉多我还在想这怎么个意思，已经到了，我天，来雷公雷公雷公退到最后啊，有人不服，你绝对不服，好，那么挑战这个短跑冠军的来了啊，古拉多对阵雷公，三二一，走，哇，等不到，我分之一都没到，对呀、啊。这古拉多疯了，什么鬼，你这古拉多开挂了吧，哎，你把雷公 改成最小体型试试，你那是最小体型吗，对对对对，我最小体型，我感觉它极快，我天，我也最小，古拉多像箭一样飞出去了，这是为什么，哦，好好好，小体型的小体型的，我现在也没有变快啊，来来来，小体型来试试，没有变快啊，真的假的，这是古拉多的 bug 吗，古拉多的隐藏特性，来吧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，极小体型的古拉多对雷公，三二一，走，炸！哦哦，按加速的原因，我没按加速，前几把。哎，我这把怎么突然感觉不快乐呢？是因为你跑快乐的原因吗？我前几把没按加速。啊，我按加速了，我一直按加速。来来来，但是谁？再来一把试试。雷公和古拉多。再来一把雷公，加速，再来一把试试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退回来。又着了。退回来啊。都继续这个第一时间加速啊。嗯。三。哎，等。OK。你们坐地上了，我感觉。三二一，走。古拉多加油！哇，还是雷公快。嗯。捏死了是吧？嗯。谁先掉的？我先掉的。古拉多加油！还是雷公。还是雷公。哎，但是我古拉多没有刚才快了，感觉。不可能。就是刚才我感觉咋咋咋咋就到头了，你记不记得刚才我比你雷公快一倍？好，来吧，继续。好，那么我再随机了啊，来，
哎，不是，这局还是我输了。你这咋没比过乌拉多？哦，对呀，你是拿出雷公来的。哎呦我天！来，我刷。大岩蛇。大岩蛇能骑。来，火翼步，我输了。好，那么随机宝可梦短跑比赛，大岩蛇对阵火翼步，三二一，走！没人加速。大岩蛇不慢。都死。我先掉出的。嗯。什么情况？大岩蛇这么快吗？来，你大岩蛇再来一次啊！我觉得火翼步应该没那么慢啊。火翼步再战大岩蛇，三二一，走！摁加速了。摁了。咋说还是不如大岩蛇快呢？这次我没死，而且大岩蛇这么厉害啊！来，这次该我先招了。嗯，我招，雷一步，完了。哦，雷步就是你了。哎，这个雷一步像是我的屁股上发光，你看没？像是你屁股上长刺儿。来，我刷。我看。龙龙岩啊，您龙龙岩。那么实力超强的两位选手，龙龙岩对阵雷一步，三二一，走！来，我们加速，出来！怎么猜吗？怎么猜吗？我又滚回去了。你滚回去了，你确实是滚回去的。三二一，走！哇，我领先这么多吧？金色传说，你猜到哪儿啊？啊。我怎么又死了？哎，拿出雷公来！什么鬼？怎么又雷公？ 我突然感觉雷一步可以赢雷公哎。好的，那么真正的冠军战要开始了啊！有哇，这么小的雷公啊！细小版雷公对雷一步，三二。OK， 哥，等会儿。OK， 雷公大战雷一步，三二一，走！哎，吓了。行不行你、啊？哎呀，姐，出去来！完了，我雷公找我了。哎，可以这样先看好方向，那个，然后再转过来。雷公大战雷一步，三二一，哎呦，你跑了，你抢跑了，你什么情况？你，我在喊到一，你跑了。三二一，走！我赢吧。喂。就是雷一步比较快一点，没有歪。不可能，绝对是雷公快。那我们这次推到最后试一次。啊、嗯。三二一，走！我快吧？我快。嗯。哇，雷一步耶！咋、啊？我又死了。我又往回走了。跨栏一场，敢不敢？来，跨栏。OK。啊！雷公大战雷一步跨栏比赛，三二一，走！摔下来了，跨栏比赛踩不着踏板，但是好像是你快一点。那必须是啊。哦哟，一直摁住，不能松了摁是吧？这样才能最快。嗯。一落地马上跳。嗯。哦，好了，你要摔死了。